Thank you.
他已经很熟了。不过他跟我聊到，他就说他这边有一个效果器，当初他效果器当中有一个效果，然后我们很早期看到什么第三类接触啊，看什么，然后那种飞机突然间经过那种光速飞行，噗消失的时候，其实都是用这个效果器做出来的。他们就称那个叫做 alien effect， 你是要跟我说对 UFO effect 对不对？你再弹弄一次给大家看，然后飞走。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有感觉吗？有感觉吗？有画面吗？来，我。